我问你跟谁说话呢？我不光是你的老板，我还是你的长辈，你什么态度？ 吃了吗？为什么又不吃啊？不吃饭，不睡觉，你不要命了？跟你没关系，出去。你跟谁说话呢？你能不能别烦我，让我自己待会儿？我问你跟谁说话呢？我不光是你的老板，我还是你的长辈，你什么态度你？我对你呀已经忍无可忍了啊！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了？你哪像个成年人，就是个小屁孩，你就是欠揍。 为了个女人，你说你要死要活的，拿自己身体出气，事业梦想你都不要了，成天躲在这装死。关键是你把你自己折磨成这样，他能看得见吗？有什么用啊？去哪儿？你站着！都说我挖了个宝藏回来，宝藏在哪儿呢？你这里埋的全是雷！叛逆、自我、目中无人，年轻人该有的缺点你都有了，优点呢？ 敢爱敢恨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你给我老爷们的血性哪儿去了？我呀，我活得就够窝囊的了啊！我整天我为了你，我又当爹，我又当妈的，谁我都不敢得罪。你呀，你比我还怂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他，你才会的清零，你才跟我签的约。没错，我也确实想靠你翻身。 毕竟云浪是我的心血，我不能看着他死，所以我为了你，我一忍再忍，我整天的把你当祖宗一样的我供着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但问题是，不管我干了什么，我都没办法逼着人家跟你在一起，懂吗？有些事情，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你都得认。 你不是最讨厌别人拿你当小孩吗？那我就麻烦你，拿出点成年人该有的样子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这世界很酷。